圈组合，由陈羽凡和胡海泉两人组成。这个组合自从1998年出道以来，在乐坛取得了很优秀的成绩。他们演唱的《最美》、《奔跑》、《冷酷到底》等都称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。他们曾经还参加了湖南卫视的《我是歌手》第一季，一举夺得当年的第一名，成为第一届的歌王。由此可见两人的人气和实力。陈羽凡和胡海泉是20年的老搭档，这么多年来两人的关系已经从朋友变成亲人了。大家都知道陈羽凡娶了白百合，而胡海泉的恋情却很少曝光。最近由于陈羽凡吸毒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所以连带着胡海泉的家庭也被翻出来了。原来胡海泉也早就结婚了，并且和妻子生有一男一女。据了解，胡海泉的妻子叫孙燕，是一名舞蹈演员，虽然不是圈内人，可是长得非常漂亮，肤白貌美，身材也很火辣。两人一直低调，也很恩爱。对比陈羽凡的前妻白百合，差距可不是一般的大。白百合被爆出和嫩模的关系后，又和陈羽凡离婚了，估计要想在娱乐圈东山再起也有点难了。其实胡海泉一直不公开自己的家庭是为了保护他们。2014年他和家人一起出游被拍到，他才侧面承认自己已婚了。其实这样做也能理解，毕竟娱乐圈大家都太关注艺人的私生活了，这样对家人也会造成困扰。你觉得胡海泉的妻子孙燕和白百合谁更美？